今天在做节目，因为节目东西是文化的东西。对，我们今天在做文化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想象力是最重要的，钱真的是最。但对不起，光颖哥，你可能混淆了两个概念，就是说创意是不用花什么钱。我跟宪哥两个在那边想内容、想创意，制作要花钱，你们只要给我一杯茶就好。对，可是执行创意要花很多钱。电视。